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关注北漂的日常，我是李可，今天带大家逛一逛美国的超市。对，东西都在下面这一层。好多人呢。涨价了，你记得那年给男的买过一个300多，现在499，今年的电暖气全涨价，是吧？这个啊，但我想要椰子。哦，这边是结账的，你瞧它这个乱的，你看。来，那不这转圈呗。是吗？